我们看这里，它食品包装内常填充这个氮气，为什么要填充氮气呢？因为这个氮气它活性很小，活性很小的话，它就可以隔绝你隔绝的物品跟氧呢接触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它这个你这个物品就不容易呢被氧化。最主要是说氮它是呢，不容易跟什么呢？跟其他东西起变化的啊，起作用的。好，食品包装内常填充氮气啊，主要理由是什么？主要理由是氮的话活性小，所以这一题答案应该要选 D 了氮的活性小。A 选项他说空气中氮气很多，这个不是原因啦。B 氮气容易与食物作用，如果它容易与食物作用的话，你把它给这个加进去的话。这个食物就变质啦，就跟氮气起作用就变质啦。氮气很活泼，那很活泼的话，它很容易跟食物作用的话，这食物就会腐败了嘛。是因为那个氮气呢活性很小的原因啦，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D。